姜味浓居士，念佛人的四大忌。修净土法门的人，在一心念佛的时候，集聚不得，一味不得，放松不得，清洗不得。这四句包含着八种意义，应分四层来看，一层深入一层。现在一层层分析说明如下。第一，集聚不得。集就是交集，聚就是聪聚。在初用功时，往往都是这一现象，急于求成，恨不得立即得到灵感、神通或一些什么效益。要知道，我们生活在大地上的凡夫，从无量劫来所造的罪业，所有的妄想，真要比恒河里的沙还多呢。要将这些罪业和妄想清除掉，那又谈何容易？若是不知道这一道理，一味想求的速效，是会欲速则不达的。有的人见到效果不快，于是产生焦急情绪，不知焦急是退悔的根，实是学到的大忌。所以说急不得。还有初发心的人，悟道心很切，恨不得将所有教理在一日之中就融会贯通，将所有功德在一个早晨全部做完。今天看到这部经很稀有，就急切地想诵完它，明日听说某一咒不可思议，又急忙去持诵它，根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够得到，和自己所修的法门是不是有夹杂，结果导致终日忙忙碌碌，没有从容自得的情趣。由于头绪分歧，虽然花了不少劳力，可是收效却很少。还有每当做功课之前，应该先静坐片刻，将游丝杂念打扫打扫，然后再用功，那么心就比较干净。若是刚做完仪式就匆匆进佛堂做功课，这就会心头乱糟糟，一时安定下不来。所以说聚不得。第二，一味不得。一事忧疑，位是不位，这是用功在渐进时所有的观想。在没有念佛之前，自己觉得心中没有杂念，念佛之后反觉妄想很多，等到用功越长久越加紧，那妄念也随着越来越多，于是产生忧疑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实不知在没有念佛用功时，妄念原来是多得不可计数的，只因你自己不觉得罢了。现在能觉知它非常之多，正是你的心已渐入宁静的境界，于是才能察觉到。比如日间处身在闹市中，虽然车来马往杂讯很大，但不觉其闹，可是在夜深人静时，就是虫鸣鼠跳也会嫌其烦扰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错误地升起忧疑的心，一定会阻碍修道的进步。所以说一不得。功力日渐增进，或一日之间妄念很少，或而明日又妄念很多，甚至怎么排遣也不肯去，这时不可强行抑制，只有极力提起正念，或高声念，或追顶念，或跪念，或拜念，时间稍久，妄念敌不过正念，就会逐渐退去。有时念佛念得很好，可是妄念突然升起，就像是从天外飞来，甚至会是穷凶极恶的妄念，为生平所没有想到过的，这时切不可恐怖，须知这是多生以前曾经做过这种事，在八十田里留下的种子，现在幸亏得佛力明熏将它逼出，这时应向佛前痛切忏悔，哀求加护，使以前所造的罪业根本拔除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因此生畏怯心，这就会妨碍功德。还有功夫加紧的时候，或忽觉眼前的山河大地以及自身空无所有，这也不必畏惧，只要极力念佛求佛摄受，把空境置之度外，不予理睬就是了，否则也会障碍修道进程。所以说畏不得。第三，放松不得。放是放任，松是松弛，这是对用功渐纯时说的。念佛到了纯熟的时候，一句佛号冲口即出，本是好事，
但如果认为已到了无念而念的境界，放开胸怀随口念去，像世俗所谓划口读过那样，这又成为毛病了。病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求佛摄受的心不切，这时必须生生着实，字字靠紧，应当聚精会神，一心悲仰，句句都从心中恳切流出，然后生息的愿才能着实有凭。所以说放不得。功夫越做越纯的时候，心里没有渣子，遍体轻快，异常安适，这就是佛经里所说的清安。但是切不可为悠游自在，自以为得。相反的，更应紧紧着力，更加勇猛。否则不进则退，就连这既得的清安也将失去了。应该知道，要想逆生死流而出轮回，岂可片刻松劲呢？所以说松不得。第四，惊喜不得。惊就是自夸自大，喜就是欣喜，这是用功到了接近成功的时候所容易发生的情况。绵密用功，精勤不息，忽而妄念暂消，心光发露，能够见到圣境。这时只可向真善知识密求印证，切忌逢人便说，到处宣扬。因为你如果把这种事宣扬出去，就会引起各方面的称颂，同时自己也会有不正确的想法，认为几经勤苦而今终于得到了，这是多么幸运啊。若有这样的心念，那就是自矜，矜心起来，我慢心也就随着产生了，于是前功就会退堕，所以矜不得。如能既不矜张，而还是勤密用功，那么久而久之，就会自现己身夫，坐在莲花上，或见三圣金容，或蒙阿弥陀佛放光摩顶，或自己列队在清净海会中。这样境界能经历一日二日，甚至数月经年现前不散，这时切不可心心自喜。喜心若起，念佛的心就已不专一，不专一就散乱了。这样即将得到的念佛三昧就会因此失去。所以说喜不得。故敬业行人当知，心愿念佛是因，念佛三昧是果，念佛三昧与西方极乐世界不一不异。所以念佛三昧不可着意强求，即使生前不能亲自证的，但只需真信切愿，老实力行，临终必能蒙佛接引。切忌自暴自弃，灰心丧志，贻误道业，徒遭轮回。